这是欧巴特别准备哦，大家请享用。哎呦喂呀，哎呦，咱的王家赛愈来愈厉害啊！哦，看卖一下，这水果切甲有模有样的，来。袁勇啊，你之前哦切水果教我真神，安尼哦，啊大细地无同款，切甲密密麻麻，拢唔知安怎吃。今仔日有进步哦。大姐，你教了好。那是袁勇家己哦，肯用心啦，为着这个家哦，愿意付出啦。大妈咪，妈咪，我会更加拍拼，予恁全家认同我。你哦，着负责哦，把查某囝个巴肚内囝顾好就好啊。其他的我唔敢唔忙。哎呀，爹地啊！来来来来来。嘿嘿嘿嘿嘿，谢谢你哦。哎呀，爹地啊，欧巴已经很努力了嘞，啊，你就要加油嘞，安尼，伊才会进步啊，哈，来，啊，龙哥哥，有当时啊对囡仔哦，袂用骂的啦，你就是对大鬼啊，安尼足歹的，爱对伊用。爱的鼓励。咦，哎呦，嗯，哎，孙儿子，来来。嗯，那我来讲，你去安排一下工课哦，可能小林去做。啊？爸，我即摆有重要代志，电工才要讲啦。当时有啥物重要代志，比恁小弟人生较重要啦。我即摆负责养生村的工程。规工哦，拢伫个工地出出入入，蔡大贵哦，无可能有兴趣的。恁爸你管他有兴趣也无兴趣，有工课你做吼，总比你外口安尼规工弄溜烟较好啦。你免烦恼啦，你免甲带你身躯边啦，你著找一个吼较厉害老师吼，互大贵也对做就好啊。啊，你才随时甲我报告伊的状况。龙哥哥，迄工地足辛苦的呢。哎，逐工爱日晒雨淋，啊，扛迄水泥阁足重的，迄大贵无法度啦。恁爸就是真辛苦啦，才叫伊去做啦。无伊当作安那，我遐大个事业哦，对天顶落落来的哦。拜互伊知影讲，钱歹赚啦，无你规工踮伫咧厝享受，当作恁爸才算分落去哦。红诶啊，你话袂晓安尼讲啦。啊，大贵人哦，虽然是散散的。啊，不过伊的心哦，也是真善良的，嘛知影对世大友好。伊毋是你讲的迄款的了尾仔囝啦。太好啊啦，免替伊讲话啦，不然就是安尼决定啊啦。无互伊食多少苦吼，伊永远学袂晓，爱担责任啦。阿妹，我咧讲哦，以后不准搁提钱哦，互大贵仔开条。无哦，我连你的零用钱哦，要扣起来。龙哥哥，好啊，卖我来哦。啊，你不是讲叫我爱教囡仔，这就是我教囡仔方式啦。孙子，大贵啊，不教你啊，你做哥哥的哦，就好好把这小弟哦大化一下啦。我知啊。咦，你哦，都要来老店去？哎，等下等下等下等。阿翔哦，拄只看伊落来面色都无好看，啊，什么代志？我有树林的代志，爱拿要斗三工啊！敢讲爸，这你嘛要管啦？哎呦，啊大富啊，不是大贵，伊这人做代志哦，上慎重的。囡仔拢大汉啊，做老爸老母的哦，莫管遐济啦，哈！好啦好啦好啦。那安尼，阮先去楼顶。今晚换恁两个去洗宝贝。哦。佮讲无，恁爸是看在恁两个心虚啦。芳诶，你是毋是佮阮妈有啥物代志？咱借问一下哦，恁家贵公子是啊一头早无看的人？
几啊哦，去便宜做义工哦。做义工。龙哥哥，来俺。啊，无碍啦，紧讲啦。大贵人吼，真正有认真在检讨，伊起码活乖咧。伊吼就是知影伊进前了真侪麻烦，啊，伊吼要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免来这套啦，我看过两天啊吼，骨头都缩出来。是安怎？你一直误会伊啊？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唔是伊去惹麻烦，是麻烦来惹伊。其实大贵哦，伊是一个足有良心、足善良的囡仔，足单纯的啦。哎呀，你莫搞惊无？你讲哦，是唔是大贵啊？佮惹啥物麻烦啊？无啦，真正无啦。无。无恁两个到底是有什么代志？是我啦，我有一条消息跟你报告。大姊妹真正要对龙哥哥讲实话吧？那安尼我要安怎？啊，我最近哦，啊，伫个股市看一直起，一直起，哦，大家拢有趁钱，我就想要嘛趁一挂，啊，结果投资落去，刷了500万。500万？啊，你是买什么股票？哎呦，我嘛讲袂清楚啊，我就看迄电视内底迄投顾老师发证，我就买啊，啊，哪知影我一买，刷一直咧跌停板。啊，飞弟哦，啊，这条算我的啦。啊，我平常时哦，嘛无咧开钱，啊，就为迄零用钱内底偷偷啊扣啦。这500万哦，我家己会做账处理啦。奇怪咧，啊，明明你买土地拢趁钱，啊，你无代无就去算股票。我就。看，迄大家拢伫咧股市拢有趁钱啊！啊，谁知影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家己唔对啊啦，我以后唔敢啦。大姊为着要替我安康，甘愿家己捡龙哥哥误会，拢怪我无好。龙哥哥，啊，你莫卖安尼。大姊吼，画这个家足辛苦的，爱小吼嘛做了足好的。啊，森林拍鼓有时错，脚步打岔吓人无。你若是要骂骂我，我有你骂，你搞我骂，你搞我骂。你是丢搞的，我骂你要创啥啦？好啦，说说去啊，500万你也是讲赔不起啊。好啦，先安尼啦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先出来。嗯。暗顿哦，我顿来吃啦吼。好。你爱说你吼。嗯，你暗顿想要食啥？大姐，多谢，歹势哦，互你替我去，互龙哥哥骂，是嘞啦，是你骂死，歹势啊！哎呀，你莫讲遐啊，什么对不起？啊，咱是好姊妹啊呢。是讲你迄500万真正是。好人骗去的吼，我遐尼听你，你袂用个连我拢骗哦。袂啦，我袂骗你啦。这口大贵啊！恁祖妈唔知影顶世人欠你偌济，这世人哦爱安尼替你还债。我即马就去找江浩林，叫伊把小太阳交出来。伊啦，小等一下啦，你即马有心嘞？坐坐坐坐坐，坐啦坐。啊！你即马肚内底有囡仔，较冷静一下好不？无，你敢有搁较好的办法？咱是惊法律的定数较保险啦。只要你老母伫法庭上，尽出着小太阳的监护权，那咧江浩林哦，可敢拢无怀疑，来把囡仔交出来。我有做过亲子鉴定。我真确定，
小太阳就是我其实后生啊。刷落来就是拍官司啊。蒋丽文即马破病，我都照顾小太阳。张勇，你是亲生爸爸，你去争取到监护权，机会较大啦。那呢，是不是就表示讲会当保护小太阳啊？无，那是该交予蒋勇李车勇，小太阳在迄种环境大，一定会感觉真痛苦，真无快乐。所以小太阳的监护权，我一定要争取到。我即马就要找律师拍官司。好，那呢，我跟你做伙去。我来去陪你，我李文。那有啥物状况，咱保持联络。好。臭豆腐，你去甲丽文姐讲，啊，我甲欧爸一定会想办法甲小太阳救回来，叫伊莫烦恼，爱好好保重身体哦。好了，我知道。